你直接让瞅一下。哦，这么快啊！哦，迅雷不及掩耳。那妈妈也跟小朋友在抢哈。瞧它游过去了，哇，好小的鱼啊！你们在哔哔哔哔哔哔哔什么？妈妈不用喂了啦。到的，你要丢两块，没有，知道了。你都被大自然抢走了。那些小事都没抢到，老师到被大致的抢走了，打到头下，大鱼打到头还一次全部都打上来了，你看太小了，全部留下那一块了，来看一下他的脚，没有，他的脚会把它缩在身体上面旁边。那又不是妈妈，那趁机走，趁机走掉了。现在这两只在这里不晓得怎么办哈。
冲出花园。我不啊。